我们到长城了，不到长城非好汉，请以后叫我们好汉。刚入园，从这里等会儿跑到那个顶上去。陈川不想爬山，就在那给老姐磨叽呢。后面还有一条，这个万里长城真是一个很大的项目了。妈，长城壮不壮观？美女，美女。一二三，开始！好美啊！长城壮不壮观？壮观！耶！来上边。我们已经爬了两个烽火台了，从这进来的，这第一个烽火台，第二个烽火台，马上到第三个烽火台了。第二个烽火台这里特别堵，虽然我们种菜也很辛苦，想想当年修长城的这些义工们，他们是没得选择的。我们卖菜种菜，不想种了就可以不种，烂了就烂了，可以自己选择。当时的这些义工哪有选择的权利啊？很多可能死在这个长城上都没有人来收尸，所以来爬的时候都是带着敬畏的心过来爬的，真的是很壮丽的一座景观。当时不像现在有这么多高科技可以辅助这些工程，以前完全就是人工啊。你像那个山这么高，翻山越岭，真的是好辛苦，看不到未来和希望，挺累的一辈子活动。我们的目标是爬七个烽火台，爬呀爬，爬呀爬，我们还剩最后一个烽火台，好多人，堵人，晕人的人千万不要过来，太晕了。哎呀，哎呀，陈一川一直在前面带路，就是大家可能挺累的啥的，两边太堵了，正好只过个两个人。有的地方特别堵，差不多九十度了，没有体力的真的挺累的。我们平时干活的还好，对于我来说这个都是小 case。有一下，有对象一下。嗯，这个需要很大的心肺能力。老爸说都爬的有点累，我推着腿吧。我感觉还好哎。不行，姐推着腿，你反应不没。我很适合走长途，推着也好。短途爆发力不行，我长途耐力可以。要转念不转念的，去修的。我感觉这些游客。怎么说，没有以前的人苗条。大家都有点挺富贵的长得。你看大家抓住这个机会过来运动运动，爬爬长城，出出汗，消消脂，大家还是很乐意的，拖家带口的带着小朋友都一起过来爬，路上有好多小朋友过来。现在这个你看我啊，站过来，站过来，你要不要站？怎么就到你了？这个坡太堵了，好堵，直接手脚并用。陈川也爬得好快哦，陈川还挺快的，就在我后面。陈川你好棒呀，嘿。又是一个堵下坡，一般人没有技巧的不太会下，这得侧着身子，脚斜五十度，这么排着下来。看老爸牵着陈一鸣。不到长城非好汉，我们都是好汉啦！
给老爸买了，本来买那个帽子的，他看中了这个冬天的帽子，买了两个帽子。我底下不行。买了点特产，他说他现在就要带着。那个是东北地区的特色的帽子。那个时候这个冰墩墩好贵啊，都买不到，现在15块钱一个，钥匙扣的冰墩墩。还有买了两个书签，北大清华的书签，里面是那个像黄金一样的，但不是真的黄金，金灿灿的。还给老妈买了一个发簪。这是长城的冰箱贴，这个底下看到有狗熊了，好可爱哦，长得跟茄子好像，端着手坐在那儿，好胖啊。他的补充狗啊，好干净啊，他那个顶上爬这么高，太肥胖了，好累啊，一直在喘气。虽然这么胖，但是身体很矫健，都能爬那个顶上去。抠爪子，一脚石哦。给你们看一下这头熊，它这个行为已经好几分钟了，这个就是熊的刻板行为，刻板运动，证明它的心理不太健康了。它一直就在这摆呀摆，摆呀摆，摆呀摆。我们在这站了好久，它就摆了好久了，一直关着也挺可怜的。但是它们从小在这个环境里面长大，放出去的话也没有野外生存能力。你上那个熊四仰八叉的睡着，那边还睡一个，那还睡一个，你看这还有一个，在吃饭喽，小吊梨汤让老爸尝一下。看这位就是隔壁的老王，上次粽子好吃吗？这个是毛血旺，带他们来吃烤鸭的，先喝一下这个小吊梨汤润肺的。小黑洞，真的就是熟练。先吃，这个是包菜粉丝。这家店是那个这附近的北京菜。这家店叫四世同堂。你快吃。好，吃，拿来，我准备烤呀。喝不起来。抹水旺比较辣。我也是那种。其实大部分人都还挺喜欢吃辣的。这个菜卤煮，北京的特色。老爸还不习惯，他说怎么没有碗呢？老王一直在照顾我们，自己都没吃。哎，这个铁板粉丝是吧？你先吃。这个是饼子。他这也都是那些饼是先做的，先做的，对，有点麻烦，先做的那个剩来葱花的那个汤，疙瘩汤，这个卤煮的汤蘸着饼子应该也是好吃的。我来烤鸭，看，烤鸭，叫那些都是粉烤鸭，我拿个泡衣服。外皮特别脆，里面很嫩，看着就很有食欲哦。这就是意思。李老板，上来。好。那个饼子夹着，太咸了吧？嗯。然后呢，夹个鸭皮、鸭肉。哈哈，喝不起，尝到味道了，好像。好喝，囫囵吞枣。老王包的。你想？你先尝一下。好不好吃？我这些吃的不一样味道。在张家界吃的北京烤鸭肯定没有在这儿吃的好吃的。可以尝了。
那个饼又来了，行。哎呦，这个鸭皮！不要不要，饼再吃，怎么样？最后一个菜，鸭架汤，这个可以做成椒盐的，也可以做成汤的。我们要的是汤。这汤，这汤好喝的。这个汤好鲜哦，特别好喝。给老爸老妈拍个照片，一二三，茄子。这会儿来这儿了，前门。好，比个手。一二三，茄子。茄子。好。哎呀，包给我。今天还行，还比较凉快。挺凉的。那朋友们，朋友们。隔壁老王，你好。进了门。我以前叫他大栅栏，他其实本地话叫大石栏。好多人啊，这地儿真的是每天都这么多人，太热闹了。好热。老王特别推荐的这格瓦斯，把它喝了，出些话了，还挺好喝的。今天去那个长城打车的票。哦，